郑二爷这次算是走了眼了，原来你这小子也是奇门弟子，借着一条胳膊残废了，潜伏在这儿窥伺我们师徒的。我现在也知道你是谁了，你就是常备神魔的师弟笑面二郎郑天寿。好，现在大家都是本来面目，用不着装着玩了。你欠我徒弟两条胳膊，可惜你这小子自己只有一条，你就拿命来赔了，亮出你的齐家金刀，动手吧。七门弟子之中还有一个高手，让老夫亲自来领教吧。老贼，你认输了吗？
干哥，干哥。刚儿，我们种种对不起你，今天你反而救了我们全家。更难得的，你短短几个月的功夫竟练成一身好本领。师父，弟子已经是残废的人了，早就武艺在武林中争强称雄，这身武艺也是在无意中得罪一个女子，他还在前面等我，今日报了师恩，从此远走天涯，做一个种田的农夫了。